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其实大哥，我们该如何舍？南湘，已经退到我身后，地力拼他最后一刻。失礼了，阿天，你真的已经忘记我们了吗？戴子，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？卑贱的蝼蚁，可悲的泥渣，就凭你们也想撼动吴分毫？海面上群山在动，我们仰望星空，听潮汐温柔退缩，星辰与我们守护着一分真，这天地与万物共生，美好单纯凝聚所有的也换不回永恒。日月无暇的转身，穹苍却灭了灯，暴雨冷水满孤城，星落凡尘，恐惧蔓延此生。黑暗的尽头是光，我们对着天在勇敢，你是守这个世界，这些人们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有了他们，你将不再孤单。Thank you.
姐姐，姐姐，阿天，对不起，是姐姐让你受苦了。姐姐，我找了你好久，你不要又丢下我一个人。我的神力都给你，我还有许多五色石，他们的神力也全都给你。只要你回来，我可以消失，可以消失。可是阿天，姐姐希望是你活着，我们双生降世必有其意义。姐姐从不认为这是蛙皇族逐渐消亡的征兆，如今姐姐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往后你将是蛙皇族唯一的族长。不，姐姐，我不要当什么族长，我只要你回来。阿天，不要怕，看看你的身边和这片大地，你早已经拥有了最珍贵的东西。姐姐再送你最后一个礼物，姐姐相信你一定会好好利用，为众生做出最好的选择。既然姐姐让我活了下来，我想我总还有一些作用吧。你莫非要去修补天缺？阿天，我们和你一起去，你手上那些五色石碎片是不够的吧？若要重新炼制，就必须用到神魂之火。若你倾尽心力将自己元魂化火，最终也会和女娲上神一般消失。明史在取我元魂之时曾告诉我，我和云兄原是女娲留下的神魂之火所化身。只要你愿补天，我和飞星必倾命助你炼制五色石。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与我同去就和送死没有两样，这样也无所谓。王叔，抱歉。呆子，很像百别云大哥、飞仙大哥。灾难间歇，飞星云青众人成为拯救九州的英雄。伊奇帝再次召集诸国，决定正式将陶唐与九州共主之位传给重华，并相继得到犬封、君子等国支持。三年后，哎呀，重华大哥，你别一个劲儿的往梅院送吃的了，你看我和兰香姐姐都胖了一圈了。冬日将至，兰香为重华大哥置办了几件冬衣，就当作大哥总是拨空带我和望舒妹妹四处游历的谢礼吧。兰妹，我们之间何须这些虚礼，不管你们喜欢什么，
尽管告诉为兄便是。可惜我最喜欢的已经没有了。重华，香儿和舒儿这些日子受你照顾了，那两人恐怕是不会回来了。于放心不下香儿和舒儿，在你即位之前想将他们两人许配给你。帝君，怎么你不愿意？不，两位妹妹自是极好，只是于知道你担心他们不肯，这也是于此行前来告知你的另一件事。于欲再行相望之阵。帝君，相望之阵一旦执行，将神人两望影响甚巨，九州子民生活将失去寄托，如今灾难渐复，何须哉？人界神人关系纠葛太深，恩怨情仇早已难以放下，今日安宁恐难持久。可是如此一来，两位妹妹有可能因而遗忘飞星和继雪皇子。重华，于认为这样对他们二人都好。香儿，舒儿，今日是你二人大喜之日，意义不凡。于特赐你二人娥皇、女英之名，愿你二人从此辅佐重华，协诸国，安九州，为天下百姓谋福。我和班夜代表重华来迎接两位帝女。在你身边是我的选择。你这个负心汉，竟敢欺骗我的感情。树狐族就这么讨厌吗？喂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，我都还没跟你好好道谢。停，等等，事情都你做了，那我做什么？你只要在我身边就已足够。莫树，抱歉。呆子，好好保重，忘了我。
笑俨然温柔相伴，细心守护指尖里身旁，眉间你不住细念，指尖徒留下滚烫，不忍想不敢想，难思量，掌心的两位妹妹一路奔波辛苦了。重华大哥，我重华今后定将两位妹妹视若珍宝，天地可见，愿与夫君比翼齐眉，白首不相离，相互扶持，祸福与共。重华，你看我们办得可香香。嗯，委屈你们了。不委屈，不委屈。嗯，只要重华不嫌弃我们就好。而且我们欠飞行哥哥和望舒姐姐那么大一个人情，我和半夜都觉得重华这个点子妙得很呢。只是重华，你是怎么猜到望舒姐姐和兰香姐姐他们会跳车逃走？他们不是已经……两位帝女还请随我们回去。是啊，重华大人还在青山别宫等着两位帝女呢。望舒妹妹，后面已经没路了。我知道这地方我熟悉得很。姐姐你怕吗？帝女，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夫君，就算死。啊！吓死我了！望舒，你们想让我和云兄元魂再散一次吗？再次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也是这般情景。望舒，你穿嫁衣真好看。都是你，这么久才回来，我还以为你们已经……望舒，你可愿成为我的妻？你说什么？就是今日，可好？这里是我的屋舍，留下来吧。嗯，今后不论云大哥欲往何处，兰香都愿意追随。哎，神医，这屋子你和兰香姐姐住了，那我和呆子住哪儿啊？我说你想住什么样的，我再见一见便是。兰香姐姐，我们可以比邻而居了。啊，怎么没见霍天？难道他……他没事，只是嫌我们碍眼，先离开了。什么嘛！亏我还这么担心他。云大哥，将混沌封印一事，莫非都已顺利完成了？暂时告一段落，
多亏阿天协同少昊诸神与蛙皇族一同设法，我俩才能平安归来。虽然你们说的轻描淡写，但过程肯定艰辛万分。你们真的没事吗？最后究竟是怎么补天的？快跟我们说说。你若想知道，我们还有许多时间，可别辜负了良辰吉时。天地原为一，万物本有情，以恶杀来杜绝祸患，只是逃避之法，徒儿并不赞成，而且忘却初衷，忘却感谢，忘却希望和曾经的理想，那我们存在又有何意义？徒儿只是想将师父当初的目标坚持下去罢了。你懂什么？若不如此，来日悲剧又会重演。扶余起来，你
还太年轻，玉暂时不能传位于你。师父，你莫不是要反悔？可惜你已年老力衰，神智昏了，什么也做不成了。珠儿，你不要伤害珠儿。师父多虑，我与丹珠殿下毕竟有过情谊，若非是他，我焉能有今日？只是，是师父教我要把握机会的。这个王座倒是舒适，让吾也有点兴趣了。好，结局的苍华，像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很奇怪了，没想到最后是竟然是这样。好了，真无幻想的故事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接下来的游戏实况会录制《天命奇遇》。那这几天疯狂的录真无幻想，是因为要赶快把它结束掉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会喜欢这一系列的武侠游戏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喽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